我讲夸张一点哦。手先伸出啊，你的脚往前抬。但就是后脚要动，后脚要动。后脚可以适合动，可是前脚动就是什么？但是你打到瞬间是这个姿势，这个在你最大的区域。赶快摸，赶快摸。你要前肌力做站低，哦，前膝弯曲，挺胸，挺胸。你首先举在前踢，对对对，变手拿起来，对前踢，嘿，拿，对对对对，嘿，对你懂吗？哦。那姿势比较好看，哎，但是不用那么刻意说，就直接拿起来就好了哦。下挡连拿起来，就是踢跟拿是一起的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就可以了哦。哦，同学，你的帽子也蛮爱坐下来，下盘都要稳，较低。什么？会右脚下。哦，你到时候也慢慢做，不用紧张，一个一个做。哦，零到一做完全慢慢做，对。对啊，哦，不然你要是很急的话，你体力就耗费太大了。哦，慢慢做，一个一个做。接下来就是那个原地四方踢。平行力，落脚四方踢。没有，你要看前面。哦，那好，前踢。一样手拿起来对打的动作，好，前踢踩下来，好，然后侧踢，踩下来，好，大回旋。好，踩下来啊，后踢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就这样，然后换边，换脚，哎，前踢，哎，侧踢，哎，对，大回旋，对，后踢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好，好，哎，你自己行，赶快那个待会十八，要再帮你看一下，待会十八，那个郑拔太大，你拔太大会不会？我吗？哎，要看一下。你好，你赶快你自己先练一下，拔掉他跟那个十八。好，你那个基本动作。好。Hey!